玩具店还没开门，我搞了一大堆的盲盒，我超喜欢这个漫画风的包装，它叫帮你走出游计划，不同风格的小姐姐代表每个女孩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拿出来看看，盒子改上我手大了，一共六个基础款，什么144个人中才有一个能抽到隐藏，嘿，我可是抽到过深隐藏的。盲盒里面怎么有衣服？是一件叠穿的黄色上衣，小小的好可爱呀，搭配了一条百褶牛仔裙，做工也太精致了，原来是个时尚达人。说明书上这是什么？这娃的资料也太详细了，出来吧你。铁丝固定着，安全措施很到位嘛，脸上还有一层保护膜，设计它的人一定很珍惜它吧。那我也一定会珍惜你的。我天，它的四肢竟然可以动，买的这也太值了。还带了小配件，给娃把衣服穿上，先把小手针拿出来，好像在给真的小朋友穿衣服一样。 Later 放到手心上，好可爱呀。他背了个章鱼宝宝，那就叫你小丸子吧。你好，我叫小丸子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继续，嘻哈舞者带了个黄色的兜兜音箱，配色真好看。把娃娃拿出来，搭了一套粉色的小运动服，给娃穿上。这么小的拉链还真能用。小腰带别好，竟然还有娃娃，脸上都是爱心，那就叫他欣欣吧。嗨，我是欣欣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下一个，街头画家，手拿调色盘，身穿小马甲的画家，你给他起个名字吧。第四盒，傲娇摄影，带了一个小相机，大家站好，我给大家照一个，真不错。才发现娃娃本身有两种肤色，黄皮、冷白皮，配上这个渐变色的小麻花辫，就算他很傲娇，我也喜欢。变身，直筒裤的穿搭。简直就是我本人，这么小的扣子去哪里找的？那他就叫小傲娇吧。我是傲娇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继续，街头滑手，从这站在滑板上的稳定度来看，肯定是个高手。你好，我是滑板兔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最后一盒，来个隐藏，是全能艺人，这又能弹吉他又会唱歌，果然是个高手。把衣服穿好，就叫他小艺吧。我是小易，你要和我交朋友吗？虽然今天没有拆到隐藏，但他们也都好看，你觉得呢？要是完美的一点，